叫那么大声，有鬼啊，有鬼啊，我不能动啊，我现在不能动啊。哪有我鬼啊，哪有鬼啊，有啦，有鬼啊，你们看不到吗？越来越近了，他越来越近，还有我脚旁边，有啊，越来越近了，没有，他全身穿红色，女生长头发，救我啦。他是不是鬼压床啊？没有，我就都没办法动呗，你看他人就在。人就在这里。鬼压床不会讲话的、啊。你这个不是鬼压床啦、啊，安娜。啊，我现在我现在不是啦，我真的没办法动啊。我真的没办法动哎、欸。怎么可能？我看，搬看，搬起来就对了。我去跟你说嘛。他拐过来，他拐过来。哎，可以帮我接一下吗？你女友打来，要接吗？嗨，你怎么还在家啊？还躺在床上？没啦，我现在不能动啊。这是什么借口？还是迟到借口一大堆啊？不是啦，这正当理由没？真的啊，我现在不能动啊。什么正当理由？你说昨天乐卡摔车，然后今天不能动就正当理由？我摔车，你摔车了？你好，你看吗？你果然在说谎嘛，连这种谎都敢编哎、欸。好啦，对不起啊，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去接你啊。咩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就是福林今天说他被鬼压床了、啊，所以不能去见你。对，他刚鬼压床到现在。白痴，你干嘛跟他说我被鬼压床啊？不是他这样讲，谁会信嘛？你干嘛跟他说我被鬼压哦？我看哦，不然你要不要先再躺一下，你再休息一下啊？你在讲什么啊？你想被揍、啊？不然你喝个，你要不要先喝个水啊？我现在不能动，怎么喝水？什么时候你还滑手机？我刚 FB 有一个广告，是一个扶妖人哎、欸，还有 ES 的广告。哎呦，什么扶妖人的？你快找他呀，他还等着我啦，快啦！你们这边风水不太好。冷气可以帮我开强一点。接下来呢，我会召唤一个更恶毒的巫术，来一个以邪胜邪。等一下，那个阿福林为什么可以打不人家啊？对，不是啊，是怎么可能莫名其妙被压？一定有什么道理吧？他们两个上辈子的姻缘有关，很难解释。不会啊，那个姻缘我听得懂，就你可以跟我解释。应该是说这个天机不可泄露。感觉没什么料。你说我什么？啊，你就解释嘛。他们两个前世是情侣，男的呢、中了五毒教主的五毒邪术，鬼迷心窍，把这个女的杀了，这个女的冤魂留在人世间，是来寻仇的。我被怎么办？哎呦，这个啊，不然你们俩先出去，不然我一直被打断，很难做。好。洛卡不要走，不要来，洛卡不要走，来，过来。可以了，那你这样到底可不可以起来啊？不行啊，你看起不来。大师，不对，他手上多一把刀哎，大师怎么会这样？他手上多一把刀哎、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我左边一样的位置啊，穿红色衣服啊，露汗你没有？不是那边，你就是你对面旁边，对，这里、长头发，他收起来了。跟你说有刀是正常的，不是大师，我跟你讲，他现在对着你，转过去对着你啊。跟你说你转过去对着你，我都处理好了。没有，他收起来，没有，收起来。我去上哪？不是，大师你要去啊？他收起来，大师他收起来。哦，放下来。他转回来了，刀子不见。到底是你在骗还是他在骗啊？不是啊，什么我在骗？就不能动啊，我能怎样？他就神棍啊，该不会有付他钱吧？是没有付啦。怎样？搞定吗？没有啊，他就这样走掉了。就是看起来就是一个神棍样，那种一夜式广告不能信啊。反正也没在付他钱啊，没差啦。拿我钱包干嘛？他刚刚跟我说结束我就付钱了。拿我钱付给他？又不是我被压。我真的很想揍你耶！帮你还要被你骂啊！我之前好心帮你拜一拜，也要被你骂，是不是啊？很奇怪。对，什么拜拜？对啊，什么拜拜？没事。讲哦。我才不要你！你现在这种样，干你娘！讲哦！我起来杀你！我他妈起来杀！他先跟我讲了。
哎、欸，不要走太远啊！我刚问到他上礼拜去拜一间阴庙啊，嗯啊，但是他自己不敢拜啊，所以他就把你的生辰八字还有你的姓名地址都拿去拜了。他说他发现有用，自己才去拜。然后他又跟你说他很拍谁啊？不然我要杀他！哎，对啊，哎，你站起来了，哎，对啊，哎，对，哎，他不见嘞，他不见，成功了，妈，我杀你！他俩，你不是还有事情要处理吗？哎，对啊，不然我载你去啊。哦，走吧，走啊，妈的，回来杀你！全新末日风武侠卡牌游戏《邪影江湖》，登录送一万抽，放置战斗，解放双手，带你进入暗黑江湖世界。行侠江湖，以邪胜邪，邪影江湖。